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皮诺康尼大剧院二上方星穹铁道 2.2 皮诺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齿轮王下一桶金表操隐藏成就流梦礁乐沙海选会场大剧院屁时的漏掉小鸟来到大剧院最下方的长廊传送点，摔着我们往前走，然后来到分叉的地方，红毯分叉的地方，我们往左拐进入这个门帘子，进入门帘子之后走到头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往前，这是个管风琴，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鸟在马里奥这个欧利玛旁边，然后我们给它拽三下，好，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大剧院最上方的报纸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东方向小地图左方这里有一条道，我们往前走，然后在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雕像，我们来到这个雕像的地方，我们先顺着路走下来，然后往左拐来到雕像的地方，来到雕像的地方之后这有一个任务，我们跟他对话，然后这个一圈有八个人偶，你都对话完一遍之后就能够获得一个成就，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这个小牌牌这里有一个香蕉，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前方我们就能看到一个迷踪流淌吧，过往吧，到过，然后我们点击修复，进来之后我们先把这个镜子拉到最下方，然后这个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接着离我们最近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这是上方的这根黄色我们拉到最下方，然后中间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最上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接着我们把镜子往上拖，然后就拖到一条通道，接着我们把中间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最下方的这个黄色我们往上拖一格两格，然后中间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下方那个蓝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子拉到就是最下方，接着中间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个最右侧的这根黄色我们拉到最上方，然后我们唤醒，唤醒之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走到前方的红毯地方之后，我们往左拐顺着这个红毯往前走，然后来到楼梯上，来到楼梯上之后我们往右看，也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最上方有一个宝箱，我们打开宝箱之后这是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能够看到两个雕像，我们都需要每一个对话一次，然后再下一个也给它对话一次，好，对话完之后在我们的就是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里有一个小鸟，三个鸟头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梦境空间，前方有一个贴纸，我们拾取完贴纸之后在这个梦境空间卡片后方一个指挥家，我们跟他对话，然后开启钟表把戏，我们把它调成愤懑，获得贴纸，接着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能够看到这一个这叫什么来着雕像，我们先拾取，这有一个唱片我们可以拾取，然后接着我们再点击对话，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前方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个雕像，同样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唱片。我们先拾取唱片之后，我们再点击对话。我们点击对话，好，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我们拿掉这个宝箱之后，拿完宝箱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往前，在这一个这叫什么？这个小门，这个地方有个入口的小门，我在这里。拿完之后，我们继续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继续找的之后，找到我们这个雕像，我再跟这个雕像对话。对话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的雕像我们继续对话。被敌人发现，我去死啊！好，跟这个雕像对话，然后继续往前走，能够看到一个贴纸。我们拿完贴纸之后，继续往前。又能够看到一个雕像，这是最后一个雕像。我们跟他对完话之后，我们再次对话，然后就能够获得这个成就。接着在前方的台子上，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在一个贴的最右侧，我们就能够看到右前方有一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好，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里有一个拼图，我们点击拼图，总共有16块拼图，标点我分两批给你们标出来。接着我们打开前方的宝箱，我们现在是7个战利品，一个铺满，然后往下拉，找到这个小鸟夫人，我们现在是6只小鸟。这7就是差2个图片贴纸，然后笔记贴纸集齐，与你同行的回忆一个成就。记得关注再走哦。